斯巴达吉姆新城。斯巴达吉姆我是真的很喜欢，最近我本来买了个吉摩社的斯巴达吉姆，想喷涂制作一下，没想到做一半听说出了个 AK 的斯巴达吉姆，素质还不错，还多了点配件，本着多买几只全当凑小队的想法，我就买了一只，一起来看看。模型拼装过程还挺丝滑，正因为如此，部分位置会有点松，比如腿部这里一下会把两边挤开，需要再用力压紧，这个光剑的效果还挺好看，紫光灯照射会更亮。多赠送了两把武器，狙击枪和一把机枪，这个机枪可以拆卸替换件，还原吉姆经典的毒牛步枪，一把标配的枪和匕首。我这只里面只有一板胶贴，没有水贴，没想到三家撞车这个斯巴达吉姆啊，素质还可以，但价格确实挺高。这样多送配件的斯巴达吉姆会是你的菜吗？我们评论区聊聊吧，拜拜。